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馒头。馒头怎么还在盒里装着呢？嗯，不装在盒子里容易坏。这里面是什么呀？没做熟，有点坏了，你看有黑的。你让我闻一闻呢。馒头有什么好闻的？妈妈，你让我闻一下吧。这个味道怎么有奶油的味道？你闻错了，应该是馒头坏了。你这个是什么呀？你喝的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瑞瑞感冒药。